样说，每个人都知道星爷是谁，由他主演的电影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笑声，让我们深思。伴随着电影产业的崛起，观众们也对这种混合的工作感到厌倦。相反，人们怀念周的时代，纯粹是为了用演技征服我们。所以，中国新年电影《美人鱼》赢得了票房。这部电影确实是口碑和票房，同样的喜剧食谱，同样周的味道，但不是一样的。这次我们可以从美人鱼那里读到周星驰的台词，对他来说，在一个系列中扮演主角是不容易的。现在，作为周星驰的女主角，每个人都会被称为星女郎，可以说起点非常高。例如，林允现在在娱乐行业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，但是星爷自己却从最底下一直到戏都是轻蔑的，舔着脸去找角色，一路滚来滚去。做主角有多努力？周星驰从未结过婚，但周星驰最令人心酸的关系之一是与朱茵的关系，后者是在《逃学威龙》的片场相识的。一个有才能的男人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的结识是令人钦佩的，而朱茵是如此的美丽，但最终至尊宝和紫仙女没有聚在一起。关键的一点是，尽管周星驰有表演的天赋，但最受批评的部分是周星驰的角色。朱先生弥补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相处的人，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的角落里，奇怪的人心痛。这也是前台镜采访星爷，看着这位白发苍苍的大师，许多观众都很惊讶，仿佛昨天是一个诙谐的淘气男孩，时间已经失去了，变成了一个老人。明星拒绝他的新节目，正如你所看到的，很多星爷的电影对这个行业来说是全新的，很多人气明星都拒绝和周星驰合作。原来电影有明星支持，加上明星业的方向，一定是很好的质量，不是两个世界的最好，你为什么说不？然而林却直接说出了真相，因为许多明星都被周的严格要求吓退了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每个人心里都清楚，这个词也是让网民喊知的，打脸打肿。因为现在娱乐产业的时尚只是一味追求热量和热量，而不关心工作的质量，成为快速销售商品的工作，那还算是什么电影？众所周知，星爷以高品质赢得了热评，他的作品中不允许有任何缺陷，不管你是不是大明星，他都会骂人。有多少这样的娇生的明星能站起来？的确，有一半的娱乐产业受到了打击。亲爱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感谢您在百忙中看到这篇文章。小编希望可以通过文章给身边的朋友带来欢乐，增广见闻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小编留言。如果喜欢小编的文章，请点击右上角的关注哟，小编会不遗余力的为大家带来更多欢乐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